静电实验，哦，这好高哦！哎，高一点，有，再来，再往下一点点，你那个往下一点点，来，再来，再下一点，没有了，再一次。我没有拍到那脸，拍到那头，哎，有，还好。哎，这个超好用的，好翘哦！哎，数学那一张啦，数学课本我没见到。哎呦，刘海哦，你上那个好像超超猛的啊！今天静电蛮强，特写头皮。哎呦！哦，你看它的毛，你看它毛，好，放着，先不要动，有没有？静电，好，静电实验，哦，跳好高哦！哎、欸，有，来，你拿高一点，有，它的毛翘起来了，来，快点，来高一点，有。再来，再往下一点点，你那个往下一点点，来，再来，再下一点，没有了，再一次。我没有拍到那脸，拍到那头，哎，有，还好。哎，再下面一点，一开始的时候有，你刷衣服看看，刷衣服。很像那个，有看过那个赌神吗？各位观众，黑桃 S 啊！哦，好笑哦！哎，数学那一张啦，数学课本后面真的超好用。再一次，我这一张要当封面。哇，帅呢！哦，这站，有吗？啊，你也想，你也太卷了啦，翘不太起来，就翘一根而已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原本就翘了。数学那个怎么那么好用？你刚是刷衣服还是刷头？直接刷头。刷头，来，有吗？成语有吗？你看，刚被电到了。哦，来，再用一次。被电到了。哎呦！刘海。哦。你刷那个好像超猛的啊！今天静电蛮强的哦。哦。有吗？有。刷别人的毛真的还蛮爽的啊！不会啊！哎，我这个，有吗？特写头皮，哎呦！直接翘哎、欸！啊，可以刷衣服也可以吧？哎呦，你的手毛怎么那么长啊？你到底进化有没有完全啊？你也摸啦这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有啊，一点点。啊，刷身上可不可以？刷这个。有啊，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可以啊，因为他手毛超长哦，有哎、欸，哦，特写毛，好，太棒了。
对啊，刚刚忘记叫他们玩了。啊，然后就整个翘起来。来，你先，你不然你看他的头。扶起来哦。可以啊，不然用剪刀剪一下。我刚刚看他们弄得很好啊，没有，它上面有线啊。好啊，直接刷你的头发，然后就整个翘起来，试看看。好，来。有点破掉。好，拿起来，有没有？你自己应该有感觉吧？有。再一次。哦，你看它的毛，你看它毛，好，放着，先不要动，有没有？静电，好。来换谁？快点，刷毛。一言换你。哎，怎么那么多张啊？不是只有一张哦，我以为只有一张哎，吓死了！来，换你刷毛。可以，我拍你的背影。对，刷一刷，没有没有，这样露露哎，摩擦，摩擦起电。你的毛翘很高哎，好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快点，快点！啊，你起来了。好，再刷一次。再再高一点点。再高一点。哦，有有有，哦哦哦，哇，特写，特写毛。光头有用吗？秃头有用。秃头有用吗？啊？哪会？义军来毛，换你啦！快点！我头发洗不起来。可以啦，只是不明显而已。对不对？这一张最不重要，你们那个怎么那么多投影片呢、啊？是看旧课本还是新课本？对，我们有两本课本。然后什么叫旧？哦，是山下的很多啦。我记得以前就，我那时候就是弄这一张做那个、啊。山上三张。用一张那个抛物线做那个冷热水那一个实验，就是那张。不是用到水都漏出来那个吗？那个实验呢、啊？好，好了，还有没有人要快点要做个影片呢？静电的，快点！哦，你有你有来，直接用头发刷比较有效果。好，来吸，再高一点点，太高了。好，下来一点点。再刷一次。好，再刷一次。摩擦摩擦，起电，有没有？就会产生静电。有没有？你看，哦，应该自己也有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个毛有点。好。来换你，你的毛最，你的毛很适合来。没有用啊，老师，刚刚他们都看过。弄不起来啊、哦！这是弄的还是这样子啊？一样，很不明显呢。一样都是这样涂的。我也有的头发在动。来，哎呦，有！哦哦，这个明显，这个明显，你看。然后你手去碰那个。你的头发那里，静电啊，碰板子，它就会慢慢静电，就会被
倒掉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的头，你的头那个毛，有没有？要拍到后面的小美，小美入镜了，小美入镜了，好。哦，大概掉一公斤的头皮屑，没有了。好嘞，有啊。等一下，这样拍不太明显。哦，有。哎呦，你的毛全部掉在管顶呢，这太高了。好 ，OK。不行，我的头发太帅了，不能露脸。